要送给金来源。穿着西装现身韩星金来源今天抵达台湾，准备参加今天晚上金钟奖颁奖典礼嘉宾，下午金钟进行彩排，他也现身接受访问，来听听他怎么说。준비한게없습니다근데이번에대만문화부그리고여기방송국에서초청을해주셔서함께즐길수있어서많이기대되고있습니다설레입니다韩星金来源因为演出《黑骑士》以及《Doctors》人气高涨，这次受邀担任第53届电视金钟奖颁奖嘉宾，将与嫁作韩国媳妇的天心一起颁发戏剧节目编剧及戏剧节目女主角奖。而这也是金来源自2017年2月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后，相隔1年8个月再度访台。